把自己完全打开的人生状态，谁来演戏？我是黄建伟。欢迎收看《谁来演戏》，我是主持人纳豆。说到北艺大戏剧系，相信很多人呢会马上想起一些你我熟知的演员面孔。可能有些观众还不知道，我也是北艺大戏剧系的。今天这位来宾呢，他的身份很特别，他是《斯卡罗》里面台湾总兵刘明灯，也是《麻醉风暴》里面的肖正群医师，他也是我的同班同学。欢迎黄建伟。哎哎，纳豆，你在那边给我做什么什么客套脸，客套脸，可恶！纳豆哥，放轻松一点好不好？是同学，而且你是一个对我来讲太特别的一个人，因为你从大一进来的时候，你的那个表演的那个底气、啊，还有那个实力，就让大家吓到。你还记得那时候呈现吗？那时候有本书叫《春扇》嘛，就是情欲与食物的关系，我就写了一个独白，对，然后就演了。你那时候真的是把我们大家都快吓死，因为你找了一个大三的学姐，然后只穿内衣躺在后面。对，只是一个暗示，我坐在一个桌子上面，好像在面对一个梳妆台，自己在讲话。我放了一个苹果，然后我一边讲一边看着苹果，然后那个女孩就是我们的学姐，站起来穿好衣服过来，把苹果咬一咬，然后就开始穿衣服，然后就出门了。表演出来之后，然后大家对你的那个惊吓，还有老师对你的评价，全部都是哇，黄建伟就是一个上段班的那种 A 段班超级 A 的那种。那我们的表演就是这时候被大家不耻，所以就是很糗。你那时候什么感觉？就是好像一出来就天哪，才大一，可他展现出来的能力好像是大七大八的那个学长的感觉。我感觉好像应该是我大概从国一开始看春树的书，然后也开始看一些比较成人的小说，因为家里没什么，就哥哥比我大，妈妈忙，爸爸在国外，所以我阅读是我少年时期的一种安慰，然后那东西就一进到我自己里面去，所以那个春扇的呈现，我觉得是第一次我感觉到说，哦，原来我的书写跟我的表演是可以连在一起的，对，所以可能那时候的差别是这样子。所以你跟这个表演的接触其实很妙，你是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之后，然后你到了大一这样的一个呈现，然后让大家惊艳到说，哎，你那个时候会不会有点骄傲呢？就是因为毕竟这么多的成长，那时候会啊，那时候会觉得说，我好像很厉害这样子，可是我并没有比较心，没有，我觉得你有，因为我们有同班同学过，我有这样子吗？不，可是我们看到你有自卑感，没有比较心的意思是说我目中无人，对不起，我们还把自己当人了，对，说哎。什么在哪里？谁？不，对，因为你这个气势有一直延续哦，你到后来就是才大一升大二吧，去演了《时定的夏天》，对，然后就得奖。这件事情的前传是，我大一上学期的时候的，那时候有岛山的呈现，那时候有大四学长找我去演，然后那时候代理演学长有来看，然后他来看以后，他就我演的还不错嘛，然后是要从12岁演到17岁演到30岁，有三段，然后是演回去的，30岁、17岁、12岁，就是一对恋人的故事。然后他看完以后，他就过来跟我讲，他就说：“哎，他们是抽烟嘛？”他就说：“哎，你大五是不是？”那时候还大一，你看看，就这种感觉。因为我长得比较老，你知道吗？没有，是表演能力，好像已经修炼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对，那时候，可是说是靠天分啦，就是说靠一种很直觉的、很身体的那种天分。去做的，所以就是那时候这样。然后后来就是丽人学长介绍我认识郑有杰导演，所以我才去拍了《时定的夏天》。大一升大二的同学就已经得到了的台北电影奖，对，台北电影第四届，对对 对。那个感觉会不会又让你更觉得自信爆棚？那我就觉得说，哎，就顺顺的、啊，很顺。应该那时候并没有把所谓的演员当成你终身的工作，你是从什么时候才有心态转变？我的职业意识其实非常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我在学校多待了两年嘛，我到2007年才开始离开学校，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边拍戏一边上课，一边拍戏一边上课，然后就是好像有人给你钱，然后让你去做你自己很喜欢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有点像是在研究表演，不像是变成一个职业演员，所以对我来说研究表演这件事情最重要，有点像是学者跟业界的工作人员不一样，所以那时候好像是一个研究表演的人，然后我一直想要在表演上面突破，想要变得更好。然后当然就连带的，就是我不觉得这是职业的话，我就不会经营，我不会经营人际关系，我不会去在乎别的人的想法，所以就会变得很自我，然后就会不顺利嘛。然后，所以那时候比如入围金马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哦，是哦，
天哪，你不像我几年前入围的时候就哭了这样子。那是因为你比较晚，你已经有那个意识了。可是我那时候没有，那时候还在就说、哦，那就入围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才，其实我很后来才发现，哦，入围金马很难的，很厉害，很难很厉害。以前那时候更猛的，对对不对？然后我一直到这两年两三年吧，这么晚、啊？对对对，因为突然意识到说，哎呦，我要养家啊。然后我也意识到一点是说，为什么我的工作有时候会不顺利的原因，是因为我过往的态度，面对这个职业的态度其实是不是很好的？嗯，因为我不懂得跟别人相处，所以我开始慢慢改变，我也检讨我自己。嗯，现在在做这个职业，我也必须要继续做，然后我也很喜欢做。那我要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好呢？嗯，从一方面，除了我要当然继续精进我的表演能力之外，我也必须要学会怎么让别人舒服。嗯。让自己身边人工作人是舒服的，是放松的，然后我又能够做到好的表演，我觉得这样子我的表演才能更好。那你到底你的表演上的挫折大概出现在什么时候？我那时候是从来不做功课的，剧本都是白的。那时候有两个戏，一个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我演朱丽叶的爸爸，然后有一天很生气，就是说女儿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很生气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暗恋桃花源的暗恋，我演江冰流，老的时候，然后都是在同一个时期，然后他们有同样一种，是我一上台讲的第一句话完蛋了。我在骗人，我完全跟舞台直接疏离开来，直接跳出来，直接跳出来，然后尴尬到爆炸。那是我再也，我发誓我再也不要有那样的经验，就是因为我没有做功课。然后莎士比亚不容易，然后你要演一个七十几岁的江冰柳也不容易，超不容易。而且对于那时候我们才21、22岁而已，所以在舞台上面不诚实的感觉，有点摧毁了那时候我自以为自己有的天分。那时候我想说，那我开始认真看看好了。是，然后接下来就有一个认真的机会，是樱桃园，是建业老师在2004年的时候的一个学制。对。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变得我完全的用另外一种方法去投入表演，那是我表演的开始。所以到后来你演了《一年之初》的这个角色，其实我是觉得很特别，因为你里面的那个口音很难呢。那个是云南话，那个故事我的演的角色是个台北孤军后裔，他是一个历史的，应该说共商吧。嗯，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的角色是一个想要拿回身份证的一个人，因为他其实已经有身份证了，只是被扣在他的老板那边，所以他们是有点像是黑社会这样的。然后我自己给自己一个设定，我写了一篇小文章作为这个角色的一个背后故事。他小时候都是比较瘦小的，嗯，然后都是小高，就是高英轩的角色在帮他，就是赶走那些欺负我们的人。然后我被欺负的时候，我在乡下，在台北，我会躲到一个小祠堂、小庙的后面的一小空地，然后我会把腿翘，就是坐着，然后这样抱着，然后在这边哭，把头埋在脚之间，因为我不大会哭戏，所以我就练习很久，我练习到在开拍之前，我只要在家里，我只要把脚抱起来，我就想哭，然后要哭之前，马上离开。哇！所以就是我用这个东西来变成一整个记忆，然后拍完以后，我那还有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只要脚起来就要哭。可是你后来2009年就因为杨洋，对，2008年年底拍的，入围了金马最佳男配，对，隔年呢入围金马奖。他在说一言既尽，你知道自己很特别吗？还是算过他哎。当时是其实是一个你的状况也都非常好的一个情况，其实不是强弩之末，就是从2004、2005年拍了那个一年之初就开始进入了某一种状态，嗯，然后3年之后拍了杨洋，其实杨洋的里面的样子就是我那时候人生的一种缩影，是吗？我觉得他跟你不太一样哎，其实那时候我就是那样子的人，他是有点。皮皮的吧，我那时候觉得是这样子啊，我那时候皮到不行啊。那时候我们比较少玩在一起，那时候那时候忙着赚钱。对，因为我很早就进演艺圈，那时候已经在演艺圈。对，那时候已经在忙了，然后看起来好像是最亮丽的时候 ，OK 光鲜的时候。可是其实，在那之后，我过得没有很好，这样。对，是之后碰到了什么样的事？没有，就是一样啊，那个东西越来越严重嘛，然后你会越来越依赖别的东西来帮助你忘记。所以就是喝酒，然后玩乐，这样。就是其实内心是很低沉的，低落的。是的，没错。2008年之后，慢慢2009、2010年就已经到了一个谷底了。我的其实我不管是精神状态或者是各种
就是已经到一个很谷底的地方，然后发生了几件事情，是好的事情，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了俄罗斯武术Sistema 的影像，我开始哎呦，这个跟我练之前练的完全都不一样哎。你之前是练国剧动作那种，咏春拳啊，还有太极拳，对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哎。这个东西跟我之前练的都不一样，好像是不是能够解答我的疑问呢？然后练，这是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念头，所以开始追寻这个东西。虽然到很晚我才去莫斯科，到2018年，但是就有这个追寻。你学武术是为了身体，还是你怎么看待暴力这件事情？冲突就是戏剧的源头嘛，戏剧就是各种冲突产生的结果嘛。那我小时候大家都过得比较辛苦，我父母也很辛苦的养育我跟我哥哥长大。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余裕来跟你好好说话的，因为大家已经累到不行了，然后我跟我哥哥又有两个臭男生，然后爸爸又在国外，妈妈一个人要做所有的事情，然后他把整个家里打理得非常好，那当然就不会有所谓的空闲跟你做比较良性的或是那种沟通，所以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嘛，所以那个年代就很正常嘛，都是用打的嘛，就扁了，用拱的，来都拱拱那样。当然后来长大我知道，这样的打骂教育啊。我觉得我自己有感受到的好处，但是呢，我也有感受到你从打骂教育里面学到的大部分不是道理，而是暴力。我小时候对这个印象很深刻，所以我一直想要理解说，那来源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那样子？我就一直在想这些事情，然后借由武术的练习，因为武术刚好就是在做这些事情。出口。但是为什么 Sistema 会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学柔道啊，或者是咏春啊，干嘛？就是他学的东西都是接触以后的事情，手碰到了，开始就是开始打架以后的事情。那可是，在打架之前有很多事情要发生啊，比如说看不爽啊，或者发生一些事情，心里面有情绪啊，然后压抑啊，然后你想要到受不了，然后你想要去执行啊，怎么样怎么样？可前面有一千件事情，但是这些武术不会教你这些，不会教你怎么处理前面的事情，后来看到 Sistema， 我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有，因为它好像非常放松。然后那些执行这些动作或是示范的这些大师们，都有一种很平和，然后甚至是愉快，的样貌。所以我觉得，好像是这样，他们不会这样，不会这样，就是啊，就是这种东西，他们都是这样，就人就飞了。从你非常年轻时候的学校的呈现啦，表演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就有觉得你这个人跟暴力好像有点就尬做会的感觉，因为你的爆发力非常的强烈，你那个就是你的那有个餐桌的那个欲望街车，欲望街车，哇，你那时候 Kowalski， 对 ，Stanley， 哇，你里面呈现的那个暴力那个东西是，我在下面就是看同学的表演的时候，我就。哇！我有一天会被这个人杀死吧？他的暴力是整个喷射出来的。然后到你后来去学了所谓俄罗斯武术啊这些，然后慢慢让你学出其实不用这样。对，好像暴力也有另外的呈现，或是它是可以舒服一点的。应该是说真正的力量是什么？因为以前会觉得说张扬一下，就是那个 Wolverine 那个什么金刚狼啊，金刚唰，然后那种是力量。对，然后我们主流媒体里面都很。就是赞颂这样子，举重，或是那种阿丘巴，或者是说那个MMA， 然后打架的时候就会这样，然后就是好像那个才是力量。可是我一直感觉不是，我就觉得那个东西不需要，因为我很讨厌那种冲突或者是那种大眼瞪小眼的东西。然后所以在 Sistema 里面，我有找到真正的力量是什么？在 Sistema 里面的力量叫做改变人事物的能力。然后另外以及爱的能力，所以那是后来慢慢让我学到，就是说其实真正有力量的人是不会张牙舞爪的。那你觉得你现在也身为一个爸爸嘛，你的女儿有对你带来这方面的改变吗？我小时候会轻轻的打她，就是用那种小梳子或小笔，扣嘴，在3岁以前。然后有一次，我们坐在车上，我在开车，他坐在后面嘛，我想要过去摸他一下，用伸过去的时候，他这样。哦，我心下意识觉得要被打。对对对，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完全想起我小时候的样子，然后自己其实非常难过，
然后后来我们去练 Sistema， Sistema 有一些练习叫 Strike， 我觉得我们会这样子用拳头去打对方。嗯，那东西当然都没有含恶意的哦，就是只是练习而已，就是大家都快快乐乐。可是我每次只要被打到的时候，我都会想哭，或者是耳朵会红，是因为愤怒吗？不是，是我觉得我好像做错事情啊。因为小时候你只要一做错事情就会被打，啊，所以那东西就连在一起了。是，所以变反过来是我被打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做错事情。哇，这个影响这么的深。对，很久了。然后我想到我女儿的那个样子，反应就那个样子，就是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然后我非常不快乐。然后我决定要停止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去跟我女儿讲，爸爸以后再也不会打你，然后所有人都不会打你，没有一个人可以打你，顶多以后就是罚站这样。然后在那之后，他身上的这个东西不见了，然后我的那个耳根子红的这个事情也消失了。你那时候其实你说你其实状况有点不好，所谓的强弩之末，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到你接触到俄罗斯武术，所以他其实是。让你重启你的表演吗？可以这样讲吗？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因为前面我都在追寻嘛，一直要到2018年，我下定决心，每年9月有个国际集训，我就去莫斯科。2018年去的时候才开始改变所有的事情，然后那个东西才开始影响到真正的表演层次上面。当然那时候跟家里的关系有一些正在磨合当中，累积了很多东西在这里面。嗯。然后乌鸦烧那个那是第一次我们拍第一天就拍那个我跟姚以缇是我已经瘫痪的女友，但是我在恍惚之间好像看到她，然后走向她，然后那个戏中是一拍我一看到她我就掉眼泪了，但可能是因为姚以缇的关系吧，她有一种就是魔力，她的那个对那个她的代入感非常强，对。就是已经不用去想说，我现在要演哭戏，演哭戏，我要演哭，没有在演哭，不是演哭戏的问题了，对，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改变了。而且其实你看哦，就是黄建伟这样子的粗犷外形，然后又学了这个俄罗斯武术啊，他其实学了一堆功夫在身上。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在2014年林奕华的那个舞台剧《红楼梦》里面，哎，你居然就是挑战6个女性角色啊，好像是我不敢，我因为我没有看那个舞台剧，所以我真的不敢想象说你演女生到底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我也就是演了、啊。我因为那时候每一个片段出来，然后导演就把这个片段给你，然后也没怎么排，就是你自己去排，我就演演看嘛，然后我就演了，对，就是直接就演了6个不同的女生，然后那个导演就有吓到，说你怎么会这样？然后我也想，我自己也吓到，因为你从来你没有机会去演女生嘛，对。然后去演女生，你就当女生的时候，你就原来是这样子。我非常喜欢女生，所以我从小就在感受女性这件事情。然后那可能也是我很缺少的内在的某一个面向。然后我现在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补足内在的那个阴性的面向。可以大概稍微让我们看一下这些女性角色。我有点忘记了，我记得我有一个最后一句话是说，等于是《杜拉拉升职记》我演的那段，我已经是一个。姨太太了，然后看到一个小红，就是一个悲女，然后非常有潜力成为像我这样的人，所以我就看中她了，然后我就对她讲说，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哇，没有了，他不就是在类似这样，我不知道演的好不好了，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个你在演女生的时候，其实这个已经是。无形之中你在训练的事情，因为我们一直在喜欢女生，对，喜欢到说我知道怎么去成为一个女生。疫情这段期间对你改变非常非常的大，对，非常大，就是去年2020年，然后突然什么东西都没了，然后我也没工作，也没人找我工作，然后大家也都很多人都没工作嘛，对，那然后就只能在家里，然后那时候很沮丧，然后我都没有练哦。完全没有上课，因为课都停了。完全没有上课，完全没有练，然后就在家里，然后就在这边，然后就有一天认识一个练传统武术的朋友，然后
我在跟他解释我的我练的东西是什么，我就示范一下给他看，然后我就突然噗会了，我知道我以前在练什么了，然后所有的东西就在一瞬间慢慢的噗，然后聚成一个样子。当然那里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是我跟我太太之间也慢慢慢慢的把彼此心里面的真实想法可以说出来，说出来，然后我们还是想要跟彼此在一起，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伤害或坏，这样子，然后就慢慢慢慢开始门啊打开来，然后世界完全不一样，然后就开始变得开始改变。而且其实你之前拍《麻醉二》的时候，你有加入这个编剧的部分，是的，对不对？然后你在里面有写一封信给杨威宇，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一出好戏的部分呢，希望来邀请你也来为自己的老婆写一封信，可以吗？亲爱的，我想要说的是，已经20年了。你看过我的无知、莽撞、成长、改变，你看过我的失能和泪水。看过我的失败也成功，女儿已经大了，有自己的世界。我想要邀请你，我想要邀请你加入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全新的未来，虽然不知道还能有多久，但是我们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过法。我们可以把时间散落在每一个眼神、每一次牵手、每一个拥抱、每一次说出口但没有说出口的我爱你。时间会消散，变得没有意义，因为我们计算的单位是爱，所以我想请你再嫁给我一次，让时间重新计算。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访问到我的同学黄建伟，亲眼见证他从早年的比较自我、比较硬线条、比较自大，那到这几年他的柔软、他的温柔，他甚至找到了克服恐惧的方法。非常期待未来可以跟我这位同学好好的合作一下。我是纳豆，谁来演戏？下周见。